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我做了七年保镖，以前是散打运动员。糊弄谁呢？这意外太多了，深藏不露呀！你拜我为师，我教你啊。你这个人啊，脾气很差。不会道歉吗？不会。性格不好。气质。这款非常适合这位小姐的气质。对，不适合我。确实不适合你。这么帅，知道吗？刚签了新工作。男的？男的。他喜欢上你怎么办？这是我的工作。加油工作，好好赚钱，再见，拜拜。一路厮杀，瞬间当场啊！干嘛？不恐怖吗？我是冤犯，冤犯。